九零后老夫妻周末带娃的正确打开方式。当然是动起来的啊！今天要去干嘛？过年，爸爸玩，爸爸。嘿嘿。干嘛？错死了，错死了！谁的政策？这里我会。后面是什么？出发喽！弟弟，要不要划船？去年划船你还记得吗？蓝莓啊！哥哥，哎呦，要来了！哥哥，不出来啊！哎呦，这是啥子？抓紧了，哎，怎么搞的？兔兔在睡觉觉哎，没有呢。兔兔多多。摸摸它。